在讲要理的时候呢，我们最主要是讲爱。为什么爱可以有那么大的功能呢？那是我在2年前的时候，有一天的我看到了爱因斯坦的 E 等于 MC 的平方。E 等于 MC 的平方，我突然悟出了道理。因为呢，我们人不知道自己本身的主体是灵魂，就是光。我们认为 E 等于 MC 的平方是科学在应用天体物理的时候用光速，光速的2倍到时，光速的平方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根本距离我们非常的远。但是你把它想成是说，我们本身的宇宙，我们的心灵宇宙是由光所组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了解说，我们本身的心灵的光哦，事实上现在已经跟过去原始的光不一样了。原始的净白光呢，透过我们千万年以来的变化呢，它已经暗淡了，它的速度已经没有原来的净白光的快速了，也没有原来的洁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我们地球的任务呢，就是以作为灵魂为主轴，然后呢，我们得赶快把自己的灵魂哦，恢复到接近于光速，朝着光速去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我们的灵魂呢，污染度是40%，我们渐渐的让它变成30%、20%、10%。那这样子的话哦，我们渐渐的靠近光速的时候哦，我们的能量 E 等于 MC 的平方哦，我们就会产生非常的大能，这就是拯救我们地球的原因。我曾经看过网络上有一个叫做磁口实验室，他有做一种频率共振频率的，他给我很大的启示是说，只要是说我们人相信我们人是灵魂的时候，我们的所有的频率会产生共振，那拯救地球就会非常的快速。我希望是说，透过这一个对于生命的宣诠词，我们对于生命，将生命提升到所谓的灵魂的层次。我们并不否定我们的肉体的层次，肉体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，但是我们要了解到说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呢，是以灵魂为主轴，那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存在的层次，它才是我们主导我们的自己的信仰、信念，以及我们这一辈子的价值观最大的成就。我们去如何去恢复我们由一恢复到我们的零，由有色光恢复到我所有的五净白光，这是我们的这一辈子才是真正的任务，地球就有救了。个人也可以离开痛楚，你才可以做真正灵魂的自己。